来到莱昂博物馆，民众只要拿着闯关卡，依照提示分别在常设展、进香团特展还有史前巨兽特展内去找寻16个攸关牛的线索，像是有化石、生肖甚至生活用品。在三大展区，然后有6个主题，包含说我们有艺术的牛，有化石的牛，然后有牛耕的工具，然后也有机械的牛，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寻宝。馆方表示，希望游客借由观察力来找出应景牛年的物品，而且找越多就有不一样的奖品，像是找到10个以上就能免费制作印有春符的胸章跟镜子，如果找到14个以上又是前20名，还加送兰博明信片跟专属邮票。在寻宝过程当中，我们准备了3样好礼哈。第一样呢，是只要能够答对10题的，就能够获得我们的这个春符的一个体验啊。那这个春符的体验呢，象征这个年节的好福气。那有包含说有磁铁的，然后有镜子的，然后也有胸针啊，大家都可以去带回去。那第二个好礼呢，是我们呢，你只要呢全部答对14个答案呢，你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包含说我们的精致的明信片哈，然后还有纪念品。我们包含说前10名每天呢，前20名啊，我们呢会提供纪念的限量宜兰的风景邮票。这项好牛搜查线活动时间从年初1到初5，所以有机会来到兰博，不妨当侦探挑战看看。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。